是这个，对，你们要吃培根还是还有什么土耳其土豆扇扇？那培根哇，长不一样，跟你照片里的不一样。嗯，这是 steak， 另外一个是 chicken waffle。为什么？他要来一份菜。Pistachio。嗯。而且他那火锅还挺浓的。好吃。这个炸鸡好吃。嗯。培根，华夫。有了一点。这个华夫饼好好吃。嗯，那这个炸鸡。好的，我觉得牛肉一般。吃完了，我困了。我今天要去谢飞出差，然后我现在在那个新视频，我在等我的小伙伴一起。现在走路过去，下班了，拜，10:05，哦，下班了，好幸福啊。红烧肉很好吃，好多好吃的，嗯呢，很好吃啊，马老师。睡着了。我现在在那个中国城，然后我要去跟我的那个 CBB 的同事们去，唱 KTV。Yes， 我们约好了，然后我刚刚下课，所以我现在就要过去。马老师自带的。我们现在吃泰餐。嗨。我的 vlog， 点餐呢？马老师呢？嗨。陆磊的 vlog。小菜，欢迎出现在我的 vlog 里，耶！吃上了，这是 pad thai， 这是鸡翅，这是冬阴功汤，这是一个脆皮鸭，然后那是一个 curry， 然后那是一个虾，好像玉米饭，好吃。Mañana es otro día. Yeah. Mañana es otro día. 我的 pad thai. Soy muy guapo. Hola. Soy muy. 好吉利的数字。矿泉水的巧克力。它里面是。好吃吧。包上了哟。哇，包的好好看呀，黄金！大厨的手撕鸡，下馄饨喽。完了，那就让黄叔你做。啊，现在要试我们，还有我们包的饺子，好吃吗？那个肉末豆角，我喜欢吃辣的，好好吃，豆角，这辣椒好看，嗯呢，好好吃，好好吃手撕鸡，好吃。
感觉都不用去中餐馆了。我自己吃的食材，好像没有火锅。桃胶银耳，我现在马上就到家了，然后我现在去 City Center 先，因为我有一些衣服要退。我已经退好衣服了，我还买了一件，然后现在要去吃午饭了。我要迟到了，我不想让他等我，然后我现在跑了一路了。这家意大利餐，我们点了一个这个，还有个什么这是一个 mozzarella pesto sandwich， 然后一个 croquette， 好吃，果然炸的不会出错。我感觉我更喜欢这个餐，确实有点咸这个肉。感觉不怎么惊艳吧？哦，它有点辣哎。它意面是偏硬的，好香。哦，它是肉碎耶，叮叮叮，不是肉末，就有一种罗宋汤的感觉。嗯，是吧？这个芝士味好浓啊！这上面是有一个什么酱的味儿，好怪，好味儿啊！到底怎么是甜的嘞？它加了点苹果，好像是苹果。嗯，但我觉得挺好吃的。我也觉得